伴随灯光、音乐的精彩水舞表演，就在台湾标灯会幻影水舞灯区。由台积电独家赞助的幻影水舞灯区，设计者具有参与美国拉斯维加斯和杜拜水舞规划的经验，同时在背景音乐上下功夫，加入在地音乐人邓宇贤四月望雨作品，以高科技概念发想，结合声音光影变换，加入中外元素，欢迎全国旅客届时一起来标灯会赏水舞。除了水舞灯区，由大享容器以竹子、风和玻璃为设计概念的烛光产业灯区，利用微晶玻璃和玻璃容器打造一座蕴含龙形象的闪耀廊道，美丽又典雅。以动漫、科技、人文为主题的台湾标灯会，内容丰富的五大主题，总计28个灯区，表演节目同样不马虎。2013年的台湾灯会啊，那经过我们多方努力以后呢？我们目前可以达到10个国家、100个以上团队，然后有1000场次的演出，就所谓的10国100团1000场。经费分配呢，大概就是4-3-3原则，40%邀请我们县内的，30%是国内的，然后30%是国际的。除了精彩表演节目，热闹好玩的彩街活动，特别邀请到日本青森县的龙王巨灯和亚洲女子天团 SHE 一起分享灯会欢乐气氛。丰富精彩的灯会，您绝对不能错过。